开启视频，关掉声音，再观看，真的好可怕、啊。新的一天要开始了 ，Hello， 我是菲菲，今天我们来一期不要惊讶挑战之哑巴新娘千千万，东北三省占一半，是不是真的呢？咱们去看看。来，给哥夹一个。说话呀，给哥夹一个来。看这种样子应该很会夹的。哥哥，请尽情吩咐妲己。去你妈的吧！咋你？行地雷嘴里头，怎么了？哥哥不喜欢吗？哎呦我操！的确有点不喜欢，毕竟感觉是磨砂纸的声音。哦，台北下雪、哦，你说那是宝丽龙，一大暗夜的配色也不配黄丽红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听到我的手机铃声，你别太紧张。说那夜惊魂从晚上玩到清晨，打的火热的情人融化了雪人。这应该是东北爱情吧，根本不是台北爱情啊！哇，我感觉这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。欢迎进来坐坐好吗？我的思念似六月里的小雨花花。这应该理解成上帝嫉妒他的美貌，才给了他这种声音。也像个人似的哈，也是可以说是开着邻居家的头油塔，要吹着追日落了是吧？可以，咱们就看看前面几秒钟就行了，后面真的不要听到，也不要看到，真的毁了。好可爱啊！水果榨汁，助人爱喝。什么情况？榨汁，可以随意混搭，再配上水果寿司。这力气真的哪个男的扛得住啊？请问？咱们今天这个妆就是回家拜年，妈见不倒，姨母见，嘎嘎乐里边，真的已经很魔幻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刺激呢？明天是不是还一天？继续关注我，我们下个视频继续收看。